大概交代一下世新社发所停招的整个事件的经过。那么，世新社发所原本硕士班的招生名额是9名，105学年度的时候，校方以因为我们前几年都招生满额非常好，把我们提到12名。那当时在整个中级学校中程发展方案在商讨的时候。世新校长吴永贤校长也跟社发所与社新系的所长与主任稍微谈了一下，说你们要不要考虑合并啊，然后两边回到各自系所谈，那深谈之后认为说不需要合并。为什么从这里开始呢？因为整个后来的情节这个是一个重点。108年1月2号元旦假期的第二天所要召开的校务会议的议程里面才知道社发所要被完全停招。那于是我们就开始发动师生讨论，开始发动向外发声，然后在102年1月2号的校务会议上，包括我们的校务会代表夏小娟老师以及其他的代表们，大家进行了非常严肃深刻的讨论。但是最后因为校务会议里面的大多数成员是由校长直接聘请的，所以在表决的结果我们还是输了那次的校务会议。那之后第二天校方马上发开会通知说他要跟我们沟通。那个时候我们认为说你已经做成决定再沟通这是没有意思的。7天之后他再发一次通知说要沟通，然后我们一样认为说事后沟通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撤回原来的决定。那之后在1月20号1月18号董事会世新董事会就通过社发所停招案之后，在2月的开学之后，校方又再一次说要沟通，我们坚持说事后沟通是没有意义的。3月15号，他们就把社发所停招的案子送到教育部，经过教育部的会议之后，决议驳回社发所的停招，那理由还包括不符合民主程序，不符合世新制定的内规。那世新在收到教育部的驳回停招的规定之后，就提起诉愿。那提起诉愿的诉愿决定书在今年4月15号公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个记者会，因为6月15号就是教育部要依照诉愿书做出决定的时候了。第一个是通案性的原则，他们认行政院诉愿会认为，大学应该受大学法第一条受学术自由的保障，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享有自治权。然后什么叫做法律规定范围内呢？就是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是学校不用遵守的。譬如说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在教育部的法令里面，对于增设调整系所只有针对专科学校，而没有对大学有明文规定。虽然教育部又三番两次的在之前就有用公文通知说，在遇到这种影响师生权益重大的时候要事前沟通，但是诉愿会认为说公文不是法律，不好意思，不需要遵守。所以只要没有依法律明定的，那么校方就有完全的自由，可以自称这个是宪法保障的大学自治。那我们不得不问，大学自治到底是大学董事会的自治，到大学校长的自治，还是大学师生的民主自治？宪法所保障的学术自由与教学讲学的自由，保障的是校长决定谁要教什么，谁要讲什么，谁可以教什么，谁可以讲的自由，还是千千万万大学师生们在这里
探讨知识的自由。第二点是说，教育部针对世新社发所的决定，是因为社发所师生的陈情抗议，所以才会加严审查，而对其他的案子没有这么严格审查的，所以这个是不公平的。那我们恰恰好认为说，这个才是教育部应该做的。在所有的有争议的案子里面，本来就是如果没有人提出争议，行政机关就没有裁量的权责嘛。那么在事实上，社发所之前也停招过英文学程，也停招过我们的在职专班，而这都是在良好的沟通之下，校方与系所师生都共同同意的，所以那当然没有问题。而这次是在这种粗暴状况之下，所以我们会提出争议。台湾如果过去30多年有一个民主化的成就啊，虽然还不是非常完美，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大学的民主化，或者是大学知识分子参与台湾的民主化，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不幸的，过去20多年来，台湾有两股力量违反了民主化的精神。它在各种组织里面，特别是在大学的组织里面，就是所谓的新管理主义啊，强调绩效，强调 KPI 指标的。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把教育当作商品来这个认定来操作的。这两股力量其实对于台湾的民主化，台湾高等教育的民主化，非常伤害非常非常大。而这些执行者在大学里面包括世新，包括很多的私立大学呢，有很多双薪教授，他们就是来执行所谓的管理主义，或者是所谓的高教商品化。而他们所操作的方式呢，其实一方面就是打压那些对于社会参与，对于公益有所谓的关怀或者是批判的那些系所再一个当然就是根据经济指标来要求这些系所能够符合比如说报到率、注册率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包括我自己所教的教育社会学所其实它现在已经几乎快要消灭掉了那我们学校的哲学系也已经停招了。他强调的是那个大学自治这件事情，它必须与校园民主为前提，就是其实教授在他的位置上其实是会有一些利益上考量的，比如说升等那是有没有要往上爬啦，有没有要拿什么奖这一类的，所以其实教授有时候会折于压力，考虑他升等跟前途的发展，而屈服于学校的高层的意志之下那乃至于在校务会议上不敢发言这样子。那对我来讲，私立学校还多了一个太上皇，就是董事会这个层次，还会让这整个情况更加的糟糕。那所以其实在没有真的落实校园民主之下，以大学自治为名所做出来的决策其实是缺乏正当性的。简单讲就是你不能用过于世俗、过于功利的标准来经营大学，它需要摆脱一些世俗功利的考量跟计算，让师生有一个空间可以做一些普遍性的思考。然后再换句话来讲，只有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在大学里面的重要性，我们常讲说进了大学要学独立思考，这才是可能的。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本来就不应该以实用性、以效率、绩效、会计等等的考量来作为他经营的唯一的指标。那我要更强烈的讲一句话，我说如果大学不想这样的经营，那请你改名回科技大学，改名回专科学校因为你配不上大学这个名。